决定了，你就是我的妈妈。文图信实，翻译陈莹如。决定了，你就是我的妈妈。文图信实，翻译陈莹如。什么？你真的要选那个妈妈？对，我喜欢那个妈妈。是那个男的吗？不是他了，是那个妈妈。什么？那个人不喜欢打扫，也不会做菜，最喜欢吃的就是便利商店的饭团呢。对，我不喜欢那个妈妈。其他的宝宝好像也不喜欢他。而且他说他要减肥，却偷吃巧克力，狼吞虎咽的。他的吃相好可怕哦。没关系，我不需要妈妈为我做什么。好可怕哦。我出生啊，就是为了要让妈妈快乐，才要出生当她的孩子。好吧，那么一路小心哦。对了，那一位妈妈喜欢偶像明星，要长得帅气一点哟。长相啊，能自己决定啊。宝宝飞进妈妈的肚子里，过了一段时间。哇，妈妈吃了意大利面、汉堡、蛋糕，又吃了鸡排饭当点心，现在又要吃巧克力，到底要吃多少才够啊？不要再吃了，咚，咚。咦，宝宝踢了一下，是要我赶快吃巧克力吗？咚，咚，哎呦，又踢了一下。难道是因为我没有好好的控制体重？没关系，先吃一口。咚咚，又来了。是真的吗？这个孩子是在帮我控制饮食，太神奇了，好奇妙的宝宝。那么我应该吃什么呢？奶油蛋糕、巧克力甜甜圈，还是蒟蒻丝？咚咚，提到蒟蒻丝的时候，宝宝踢了一下。啊，这个孩子还没出生就会计算食物的热量了，好神奇哟。太神奇了，宝宝，肚子里的宝宝看得见外面呢。宝宝要我吃蒟蒻丝。什么？宝宝还能跟你说话？真的，宝宝好像什么都知道。原来呀，妈妈一边节食一边吃巧克力，被宝宝发现了，真好玩。妈妈被发现偷吃东西却很开心。这个宝宝一定是男生，还是他一定是女生，所以他才会那么注重体重。嘿，我是男生啦，爸爸什么都不懂。拜托，不要再说宝宝是女生了，这是超音波照片。你看，宝宝只是把小鸡鸡藏起来了。没错，我和妈妈基因紧相连，妈妈最了解我了。好，对不起啊。啊，先睡个午觉再来打扫。宝宝，你也想午睡的话就踢一下呗。哦，我的妈妈简直就像个宝宝。咚咚，哇，宝宝真的踢了，好体贴哦。如果宝宝又体贴，长得又帅，那就太棒了。
妈妈，你想太多了吧？妈妈要睡午觉喽。呜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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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噜天快黑了，妈妈还在睡，快起来打扫了。咚咚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宝宝终于要出生了，在妈妈的肚子里好舒服哦。不过我要准备出生喽。哎呀，只有这条路吗？实在太窄了，只放下一只脚呢。糟糕糟糕，该怎么办呢？嘿，不好了不好了，胎位不正，请等一等啊。哎呀 baby 呀，你的头要先出来呀，懂吗？千万不能把脚先生出来哦。像这样让头先穿过去吗？哇，实在太窄了，真的是从这里吗？哎，我的头快要挤扁了，妈妈再用力一点。咦咦，哇，好痛啊，我不要生了，我不要生了，快点结束。咦咦，妈妈好辛苦啊，好累啊，我想快点出去。哇，好像看到人了，不认识的人，外面好亮，眼睛都睁不开。哇哇哇哇哇，哦，生出来了，原来是你啊，一直陪妈妈聊天，爱说话的孩子，妈妈好爱你哦，好爱好爱你。宝宝一天天长大。快来穿袜子。那个不能吃，不要再玩了，我快气死了。不要跑，回来，宝宝实在太顽皮了，妈妈常常气得哇哇大叫。直到有一天，宝宝对妈妈说，我在天上的时候就决定了选你当我的妈妈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是真的吗？真的，因为妈妈什么事都不会做，其他的宝宝都不喜欢你，只有我选择你。那时候妈妈穿着一条花裙子，对吗？哇，没错哎，可是为什么你要选一个大家都不喜欢的人呢，然后来当你的妈妈？因为我想让妈妈快乐幸福啊。如果不能让妈妈快乐，那为什么我要出生当你的孩子呢？我懂了，你一直努力的要让妈妈开心高兴，但我却只会生你的气骂你，因为妈妈担心不能把你教好。对不起，妈妈现在才知道，你就是我想要的妈妈。妈妈很想告诉你，你出生以后我们有多幸福，以前的辛苦全都不记得了。你先学会叫爸爸而不是妈妈，小时候口水流不停，又喜欢黏着我们撒娇，妈妈想着这些就觉得好幸福。谢谢你来当我们的孩子，谢谢你选择了我们，谢谢你，爸爸妈妈最最爱你了。妈妈说完，听到宝宝第一次对她说，妈妈谢谢你生下了我。又过了几天，妈妈，你吃东西的样子好像妖怪哦。哼，才刚说完感动的话，马上又说妈妈的坏话。嗯，
又过了好多天，妈妈，谢谢你生下了我。你以为只要讲这句话，妈妈就什么都答应你吗？哼！宝宝为了让妈妈开心才来到这个世界，让妈妈开心的孩子也因此得到了自信，为更多人带来了喜悦、信实。好，要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！